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家庭菜园子节目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种植空心菜。找一个可以装土的，加上我们的土和农家肥。放入空心菜的种子，不能吃呀，我刚刚放进去的。上面再加上一点土。5天以后，6天以后，7天以后，8天以后，9天以后，17天以后。基本上底肥够了，中间我们不需要什么肥料，浇水就可以了。30天以后就可以吃了。当然，等不及的20天以后就可以开始吃了。
用剪刀剪下来，过20天还可以吃。只要给它补点肥料就可以了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